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BD 解说三国杀国战啊！今天应这个油管朋友的之约啊，咱们看几盘油管朋友们的发的五局录像啊，看看他们水平怎么样啊。这个油管是不是也有很多我的这个亲爱的观众朋友啊？好，咱们看一看第一局录像。这个主持叫玩家 ID 叫 Hot Isu 啊，这个感谢他录像。这里选将的话是我会选孟获刘备啊，是他我就不知道了。选择了刘备黄忠啊，可能是希望有一手九火杀百步穿杨射人一连啊。好，这个摸牌阶段有技能，曹丕张辽，没想到，其实也没有什么想到想不到的，你都亮了我们会不想到吗？闪好，雕虫小技来了，冰冰闪，无懈可击，没人上车。曹丕脸一凉，脸一黑啊。好，这里都没人上，一个上车的都没有。以逸待劳，以逸待劳。种树，好，扔桃子种树啊，牌挺好。这支笔，黄夜莺，大蜀国开团了吗？借刀杀人，敢不敢出来开团呢？无懈可击。你的计谋被识破。八号并没有指七号，当然这也不代表七号就一定是鼠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单纯不想要收拾而已，这被冰了其实就很难受。闪，他去杀曹丕了，意思是你有本事翻过龙啊，我不怕被翻。好，这里被冰了就算了吧，就别出来了。你这被冰了，你就给他三张大红杀，也没什么用。但这个人为什么要往下家忙就很奇怪了，原来他爱是鼠，怪不得野了，你敢信？果然是没有想到啊，野了，分分钟就野啊，这野的速度也太快了。杀，一刀，好的，这个刘禅不行，你直接放黄夜莺啊，你在这砍一刀是什么几个意思？有什么屁用啊？一个连环，乐不思蜀，乐不思蜀，看还有什么盟军啊？盟军也是个位，万物皆有变幻，皆有变幻，岂能长久乎？能长久乎？顺手牵羊，好，他表示顺曹丕，曹丕可以发动先驱啊，这波不亏啊，翻了，因为有卧龙嘛，你不翻他可能会出来啊，但是这边可能有一个人是有什么追忆组合吗？但看起来好像没有。好，这边他看了一下有点傻眼啊。毛超，毛超出来，全军突击，你占个便宜再说。但是有蔡文姬，你也占不到分毫。何之取？对，出杀！看我如何灭你！看我如何灭你！当然也可以不出杀，看你等仁德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阵。仁德大军的厉害，这拿乐了。哎，要被乐了呀，那就拿闪吧。这个大象吵，非常吵啊，不利于睡眠。我估计独菜想撸，但是被五谷弄搞得撸不了了啊，这被乐了。这里你，这他不想，他不愿意亮就算了。你想亮就亮一个黄忠也没啥。不亮就不亮，大鸟飞，大鸟飞去决斗这个蔡文姬啊，表示我要吃菜。你倒是开鱼啊，吃了它，你非得让它吃吗？就让它吃，当然它不愿意，它吃了它庞统没了。那行吧，它吃吧，反正它也不放权。你看是不是撸的？你看，我觉得断刘禅就等于没断，它从来不放权。但是看不到什么希望，看能不能把黄爷爷打死。万物皆有变幻。岂能一了一个盾，哎呦，你一盾还不如一刀呢。我有一说一，但是他又把南蛮搞过来啊，但这边这个祝融成了负面计了，这个南蛮一直没扔出去，然后被人家拖来拖去的。如何抵挡我这大象阵？宁可识得此阵。上，你看你刚才给个刀不比给这人王好，你给个刀他把黄元英砍了，黄元英又不是庞统。闪，给个破盾干什么呀？你防谁呢？你防。好，还行，没出来啊。这边卧龙没有黑，卧龙这也是弱爆了，对自己老公、对自己老婆一点不好。好，出来刘备准备仁德之师了，但是人不动啊。旁边一张飞也不敢瞎人，瞎人容易出事情。来了一个雌雄双股剑，刘备的官配武器啊。看这把刀，就觉得有希望了。伤一敌，可怜其百。一顿胖锤，这个张合有桃不敢吃了，还听说。我说我为什么不吃啊？我凭什么不吃啊？那你吃了也是食物一条，我快走啊！不敢杀曹丕，开始啊！刘备灌石大锤，刘备连起来吧，伤一敌，再连，可怜其百。不是你连上等于保护刘备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连上以后，他就不敢，他如果万一就只有属性杀，他不敢杀了，是不是？就比如说谁有属性杀，结果给他全摸光了，好，还放南蛮，
给我翻过来。是这个南蛮我就不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呢？兄弟，你是一个二百级的选手，这个南蛮我实在是不明白你想干啥？雷杀？你想做什么啊？你把南蛮扔了不好吗？不香吗？是不是？杀！就是非要放啊，就是非要。他的意思就是我就要怼曹丕，我要把曹丕怼死。拿来吧，怼吧。你以为人家没排头了啊？人家翻了不就有排头了？好，但是曹丕无所作为，黄夜莺有所作为吗？黄夜莺表示我。黄莺是什么操作？把自己连上啊？不，拿自己做炮台是吗？你想多了，现在就这边随便调戏你一下，喝口酒。来，我大汉，好，调戏一波，摸一下。他这个铁锁意思就是我没得连，我不能重住。好，魏延也不亮啊，早亮个魏延，说不定就吸到血了。好，五五不能开，也不是，主要有卧龙，就不开就不开了吧。没想到吧？无中生有。但是打到目前为止，这个刘备用上了，打了一个九杀，这个黄忠倒是没用上。好，这边再抢救一下，因为那边有八卦阵啊。看你如何灭你和抵挡。八卦阵那个他就有可能能活，但是他手里差点被火攻死啊，依然还是难打。这边不知不觉庞统第二条命都没了。庞统说：“我他妈怎么回事？第二条命都没了，我被南蛮活活的对吧？射出屎，他死了。”他扔闪也死了，然后一打二了，但是不慌，咱们有这个百步穿杨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百步穿杨非常的厉害啊！你看一个百步穿杨，这个八卦阵就无所遁形啊。接下来可以苟啊，慢慢打，也不是慢慢打吧，就反正你看情况啊，你能穿他就，他现在没有那个谁，没有那个刘禅，这个雌雄剑就非常的舒服。看来黄忠还是有作用的，是不是？一招百步穿杨，两个人开始对砍。当然实在砍不行了，刘备可以那啥，可以回血。你有酒吗？没酒就死了。他还让人家摸。他说摸不摸我都死了，那就摸一下吧。同心同德，救困扶危。看来刘老板才是真正的蜀国之主，是吧？再看第二句。这个主视角 ID 叫 Nick 啊，一串数字啊，这系统给的名字啊。这里选将的话，如果你的真机还可以啊，你平时玩的时候还可以啊，就玩真机；如果你不可以，就别玩了。反正我不玩，我真机就不玩，我自己怎么样，我有点数啊。他说我没数，我就玩，呵呵，就没毛病啊。咱们看看他到底有没有数呢？大黑沙、大红沙的，看着就不舒服啊。出个连弩，但是并没有动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怪，以逸待劳，扔了两个南蛮啊！你这肯定不会是一张魏国牌，你这很可能就是一张吴国牌。好，这什么？这何太后吗？武于此，好，对，他看咱们肯定不能掉血，对吧？咱们又不是卖血的，咱们掉什么血啊？这个只能出来存钱。好，这边魏国和吴国磕上了，这个二号。这个二号和这个小乔是不是有什么苟且之处？就是你违抗不了很像天命。好，出来！你咋不上天呢？火烧！对，打他没毛病。雷公，结果打到一个长枪。他竟然不是吴国的，那没有办法。他跳的就是飞位，打他也没有毛病，但是打到张角只能说倒霉。真的是倒霉。新本决斗来了，不服，必须不服，斗他。斗他，雷杀，斗他！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击鼓于此，斗不过不是男人。以至四方，寂寞惹人醉，这个醉不行了，被人家斗过了吧？决斗失败，这是一种耻辱啊！天下大事，唯我所控。张角开始筹备啊，那筹备就筹备吧，一出牌就来就进。请休息，看我的厉害，真的有何太后啊？铁锁连环，张角何太后呗，张角何太后在这到处的晃悠，想搞事情啊。你把人家乐改了，你就攻不死了，就毒不死了，对吧？说不定你就能毒死，结果你就是大无一下试试，你就很难受。但是我突然发现，你看，我突然发现主视角啊，他中了好几个红桃，你的牌太多了。好了。这下舒服了，这个局怎么翻啊？这个局完全没有希望啊，因为这个张角和这个司马懿要死了，张角和司马懿都是梦中之鳖了，等待被别人捉，是不是？贾诩能不能有什么作为？贾诩现在有什么突破口吗？好像不好突破啊，小乔不好突破，孙奔四雪好像都是壮汉，要不然就是猛女，你怎么突破？但是他掏出一个连弩，但是还是没什么突破。
无懈可击，放出来。桃园结义，桃园结义只能说把局势稳定一下了。鲁大师啊，过河拆桥，拆掉兵粮，再鲁一手，一张角不是彻底废了吗？这种局好像真的很难翻啊。杀，只能讲讲故事啥的，或者等待敌人犯错啊。飘摇兮若凝风之回雪，还是出不来，出不来就继续种树，被迫种树啊。好，这边一看，真正的开团了，已经。别看了，这看空城还要看，他就算是蔡文姬你也吃了呀，兄弟，他是蔡文姬你就不吃了吗？是不是？你肯定要吃的，对吧？而且他明摆着何太后，他蔡什么姬啊？你这不乱来吗？你把那董卓打觉醒干什么？都瞎砍，就不砍不舒服司机是吗？就非得砍，你砍一刀司马懿不就得了吗？而且你或者你砍一刀孙尚香都可以，你可以砍孙尚香和司马懿，让他流离。不是很香吗？还好有个五五，拿无懈啊，对吧？你不拿无懈，他把无懈一打，他不用那什么了。无懈可击，好，这也不给桃子，看看怎么翻，等待敌人犯错。我跟你说，就是这种局，吴国只要不犯错，我觉得对面是赢不了。我是这片大海上最自由的人。吴国只要不犯错，就是赢不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坑货呢，是迟早会犯错的。远交近攻，我建议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鲁肃，我就把甄姬的牌撸走。为什么？你不要怕存田，甄姬有好牌，厉害，一个田又能怎么样？就无非顺一下。你看他不撸，他不会。留得良缘，非要不撸，你先撸，何愁不破敌？再操作不好吗？再动我一下，对呀、啊。你看孙尚香开始说了，你怎么不操作？你看你现在开始去操作的，开完代劳去操作。开完代劳去操作很蠢啊，在我面前你要不就撸贾诩，哪怕你撸贾诩都可以，太难了，做出的选择就是谁也没撸，然后一顿操作完以后去撸，开完代劳以后去撸。这个鲁肃就是一个桃园什么喵小眼，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。他说你们不喜欢空，我们也懒得换，就必须空了才会换是吧？人家剩了一张牌打不出去，你看他还赖别人。我就跟你们说，这一手鲁肃这一手操作就是下饭，天意昭昭，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鲁肃这一手就不多谈下饭，他很可能这一手要被贾诩完杀掉。一顿本来他一堆牌，一顿操作把自己牌全打光，试试。你好好的操作一下，留两张牌能死吗？你哪怕让邓艾种个田都无所谓的下饭。不是你就看刚才吴国多么好的状态。让他操作完以后，吴国的状态反而差了。你就可见，一个人一个队友，他出过牌以后，反而让自己方状态差了。你就可见有多菜，是不是？铁锁连环。我感觉鲁肃刚才不操作都比现在的局面好。我的厉害，你累了。鲁肃就不操作，他都比现在的局面好。他操作把这局面操作的崩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时代。好，但是吴国依然还是非常有优势啊。是啊。不过还是很有优势的，不要急。夫君，我看你们还，你犯了一次错，你就不要再犯第二次错。好，拆拆拆，一个钉子都不留。他说输的开心呗，还有个无懈。击鼓于此，你开心是吧？以至四方。时刻到了。哈哈哈！我是这片大海上最自由的人。好好，拆拆拆，不破敌。大海上最自由的人，特别自由啊！你这个鲁肃死了，都被完杀了。杀斗，我要。鲁肃完杀就活该自己弄的啊，自己活该作的，本来留满手牌过怎么会死呢？是不是自作啊？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和我睡都不知道三姐怎么打死我，你快别逼逼吧！你咋不上天呢？就够下饭的了，是不是？既敢挡在我的身前，就接受我手中之枪的挑战。这边我其实还是能打的，他好，我也好。刘乐如邓艾，邓艾田太多了。哎，这个你处理不掉邓艾，邓艾他总有天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常在花边走，对吧？谁能不对吧？你看谁能不沾红，他就沾红了，你看就出来了。这总有出来的时候，你又打不死。你看，谁占到先机，我就不会玩了。九，反正这个局啊，我跟你说，就跟贾诩单挑就赢。啊，没有那什么。乐不思蜀。五的话，主要是连弩没，肯定没有连弩，在贾诩那儿你也搞不过来，就算了，别开了。如果没有连弩，还能开五赌一手连弩啊。好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
一起砍。杀！其实贾诩是希望砍掉吕蒙，这样跟孙尚香结盟，孙尚香会睡的。杀！得杀一刀，肯定掉血啊！当然这杀就无所谓的，他反正会睡的。但是你扔了也就扔了，是不是？你累了，好，吴国还是有机会啊。吴国这边开了一个桃园，然后准备拆一下，把连弩拆掉，但是再勒住啊，再结阴火攻，继续苟住啊。这个火攻我建议拍真机啊，当然他可能手里都是红吧，就过河拆桥，真机全真机都是黑，击鼓于此，火杀以至四方。怎么又给杀觉醒了呀？这干嘛呢？为什么非要给杀觉醒呢？真的是，你看老夫见情平乱，岂能空手而归？好好的打，不好好打，又要乱来。一个乱来不行，还要两个，还要八个乱来。而且你这么打吧，这个贾诩只会生气，是不是？这个贾诩，你看这生气了放南蛮，这个南蛮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南蛮就是送位了。就本来正常的是不会放这个南蛮，但这个南蛮下去就送位了，你知道吗？闪！好，砍了一刀啊，意思是你琉璃我就顺，你是琉璃加一麻我就顺。看我的厉害！但是还是有挽救的机会啊。看他们会不会挽救？继续重点。击鼓于此，以至四方。大乔说：“我不需要董卓，董卓你是捣乱的，你反正打我，我就单挑，我不去。”好，非常有勇气啊！飘摇，还是那句话，常在花边走，只能不沾红啊！只要红了就赢。你关键是你打你能打动他吗？请休息吧，你就乐吧，你乐到什么时候是头呀？仿佛兮，这个日子总有到头的时候。你看主视角都不打吴懈，人家都不稀罕出来，你有本事打死呀！以逸待劳，吴懈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我可以不出乐，但是以逸待劳你不可以出来。你看你这不打死了吗？这摸一下就死，都不用发力，对吧？轻轻的摸一下。好，主视角说自己牛逼。你不要说自己好吗？兵断不可无粮啊！到底谁牛逼啊？弹幕大神评价。咱们再看第三句，这个主持人完毕叫保罗，保罗啊，是八七。好，这个这一首诸葛亮庞统吧，对吧？都好，很厉害的武将。这局录像怎么选了个纪灵孔融啊？这好弱啊，一股弱者的气息啊，真的是一股弱者的气息啊！大家看能不能赢啊？这盘录像好像还是盘远古的录像啊，因为这上面写着五谷丰登一曲啊。雷杀，好，这个人非常的屌，直接怒杀四血的，看不出来。张飞说好，咱们看看谁更屌。张飞说我也不知道，你看这个 ID 就很好的回答我。乐不思蜀，反手乐住啊。他打他嘛，他就乐住嘛，你随便找一个人看一看，你看他，我觉得没必要看他。你往那边看，这两个人我跟你说，杀。我跟你说，这两个人他们结仇了，让他们打打着打着就出来了。你看两个喂狗，是不是？忠孝无间，杀！你看，你看两个喂狗，你去看那边，我就跟你说，看那边特别香。你看他去欺负夏侯惇，白嫖夏侯惇，白嫖夏侯惇。其实这里从别人的视角可以知道，这个这么打就是三号是喂，你知道吗？他才会这么打的，当然他不会这么打的。但其实打的还是有点发力过嘛，这边也打喂。这人应该不是吴国，肯定有队友发力过猛。吴国你就这么搞，还得自己扔牌，你很亏是不是？你看，结果口臭组合出来了，你们可能有点局势控制不住了。我跟你说，无中生有，不要过于相信大小飞。你看大小飞把刀都扔了，说明大小飞还有刀，可能有更好的刀，比如说丈八蛇矛。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越来越像丈八蛇矛了，是吧？杀，无懈可击。好，他还反无懈。杀。你这没必要啊，兄弟，你这无懈就看我的厉害。他为了开先驱，我明白。好，搞出来个孙尚香。孙尚香一看就不行了，控制不住了，失控了。好，主视角拿了一个铜甲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没看懂。恕在下直言，我没看懂铜甲是什么意思。你这个铜甲已经没有用了，我知道你想挂个铜甲让暗将不敢打你，但是这个局面我跟你说，马上所有人都要亮了，没有人能藏得住了。竟然比我还。好，竟然比我还快。当然这里蜀国是不会优先打孔融的，因为孔融毕竟给过牌是吧，不好意思下手。刚说不好意思下手就给冰住了，那冰就冰了吧，冰冰啥没问题，别打就行，是不是？好，掏出你的丈八蛇矛。没有，这个刀也挺厉害的，我就知道他有好的刀。九孙尚香有没有周泰要成为受害物了？好，戳一下，开始暴力。
能不能来个惊喜呢？死个刘禅啥的，是不是？不，还不可以死。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你敢不敢杀了六？张飞在此，既然杀了半截就杀。燕云张飞在此，杀很多，杀很大，戳。好，到底最终会不会打工呢？这个就很难说了。还有先驱啊，看了一眼。这是队友，把队友害了，可能。儿子，为爹报仇，燕云张飞在此，大头骂主视角，太可怕了。冰凉村这个徐晃，我要是徐晃我都生气了，我就干孔融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当然能打就打打吧，你看还不亮将，没有什么意，没有什么危机意识，我只能说这局主视角，哎，就没有什么危机意识。你打位可以，你不要，对吧？对蜀国毫无戒备，而且你没必要着急打位啊，不就两个四血位吗？顺手牵羊，是不是？杀！刚才不过好奇怪啊，放南蛮的时候祝融竟然没亮。好，这里锤，生老病死，这个华佗不玩了，华佗用这个弹幕看神长的话就是他不想玩了。人世间，反正我这边经常就是。谁一打坑了，就是他不想玩了。那接下来就看纪灵吧。纪灵表示我很废物，我根本什么用都没有。你说现在啊，我跟你们说，现在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敌人手里了，你知道吗？也就是说，现在输赢取决于张飞和黄莹莹到底有多厉害。如果他们厉害，你就肯定赢不了了。结其缘，那他们不厉害，顺了顺着他的藤甲冰住，他不冰不打你吗？是不是？远交进攻。火攻，牵者给他得出顶也好，只能两个人相依为命了。再一刀调戏一下，府里这不就是只能相依为命了吗？是不是？以治人给我出来，看能不能爆发，并不能，百步穿杨还可以。张飞上回合没杀，这回合还是没杀，那是肯定的。结其缘，人善其廉。接下来这个藤甲被这个徐晃也挺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徐晃啊，他把那个藤甲顺了，装作要冰的样子，就确实也冰了，然后让那个谁他们去打这个孔融，抢一个乐不思蜀。乐不思蜀，其实他应该拿沙的去冰这个黄莹莹，这个孔融肯定会乐蜀国的，孔融他不可能不乐蜀国。杀，好。好，这个雌雄双股剑还是很厉害的。以逸待劳，牵马以逸待劳，续报一发连弩是吧？不续报了，直接给了，行吧？不续报就不续报吧，反正他也打不到，你给了就给了吧。但是黄月英也出来了，突然之间，黄月英手短，你看这局也就是黄月英他弱，你知道吗？他要是厉害，你就控制不住局面了，很可能。但是徐晃。还藏了一个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他说随便看一下，没指望。火杀，好像是一个桃子，表示要进行鏖战了啊。你杀了他吃也能吃，又不是吃不了。结其缘，断其梁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这可怎么整啊？开始打虚晃了。好，打完，然后又开始左右摇摆给张飞杀了。张飞不过，哎呦，张飞天路，张飞要没天路，可能就只有一两张杀。开了一个桃园决斗，反杀回去。哎呦，作为张飞祝融去决斗，这个简直是暴殄天物啊！这张杀出去不香吗？杀。不过这么打的话，纪灵很可能赢，因为纪灵看起来最弱，但是其实纪灵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你看他先用小脸去骚扰一波。张飞也拆。好，这边南蛮没啥用，他也不敢放。好，他亮将了。对了，徐晃，这里你就得打孔融，因为孔融打你，你就打他，你不能再打张飞了，无中生有是吧？你。这孔融打你，你不要因为他弱就那什么。但是张飞说不行，不是这个张飞不会玩，我跟你说，这张飞就不，这回合你就留一张杀过，你把那个什么破烂扔，因为徐晃已经打孔融了，孔融还继续打徐晃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虚报一轮，咱够杀把他们秒了。你在这扯什么犊子啊？非得那什么？中国大将纪灵，然后反手被人家扑掉，是不是？嗯，实在是。不要惹事情，但是他这个牌也很烂啊，他这个牌很烂，直接被一个对吧，小乔的纪灵给打死了。吃我一记三尖两刃刀，
那只能说你们觉得纪灵不厉害，但是其实纪灵很厉害，是不是？再看第四局啊，主持人完毕，叫大反派徐锦江。徐锦江是不是那个拍那个什么片的？好，扯远了，扯远了。选将的话，魏国或者吴国都可以啊。荀攸、司马懿、买买提啊，四号位。观今夜天下，知天下。诸葛亮这个直接关心一波，杀杀一下。好，起了一个远交进攻。无中生有，杀。这个再反补回去啊，没毛病啊，没毛病哈。连四血摸牌阶段有技能，飞鼠，就是双雄或者魏国吴国啊。如果没有孙坚的话，就是那什么，这都不重要啊，反正也不要动啊，没什么可动的。这边一托管的啊，托管好像也是什么阶段有技能，没看清啊，一晃而过，托管的太快了，一会儿咱们慢一点。五方灯，抢个装备，怎么这么多托管的呀？咋回事啊？回来了，不经说啊，然后又托管了，又不经说。顺手牵羊，黄莹莹来了。你黄莹莹，你看那个八号的 ID， 八号的 ID 叫别找我麻烦，你别打他。他明明在睡梦中，你把他打成一头雄狮，是不是不好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收下我的膝盖。人家的 ID 叫别找我麻烦，你非得打人家，人家睡得正香呢，你非要一顿锤，所以人家生气了。对吧？你打还打出来什么淫乐之神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等合并一座桥，攻接近，打是不巧，敌为王。全在人为布局而已。不行，该反馈还是反馈啊！当然你想不反馈，大勇若怯，你不反馈啊？你让他继续射，箭如雨下，你让他继续射，快哉！我觉得该反还是反吧，不然不好。不过他有司马懿，他可以改下去，改八卦阵，不着急。前线旗开得胜，那你非要让他射，那就让他射。可乘胜追击，那能怎么样？不朝攻渐进，前线旗。但是这样的话，贾诩、关公也被擒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们这么暴躁，你知道吗？愚者计出，该干嘛干嘛干嘛。智者何存？不然的话，一会儿这个田丰也肥了，你知道吗？可乘胜追击，我等可乘胜追击啊！诸葛亮，你得把这个贾诩弄死啊！我估计你个九火叉，他就当场去世，然后魏国就赢了。识人不责，乃我大汉立国之本。选择回血存牌。快点啊！铁锁连环，铁锁连环，顺手牵羊。好，顺手牵羊，再顺手牵羊。当然，这个三号是摸牌阶段有技能，他除了蜀国，他什么都有可能。往这边砍，你往这边砍，那就砍死，对不对？你往你砍他，他肯定砍你，是不是？如何自救？因为你如果是个魏国，你可以自杀的，你没必要非得往这边砍，是不是？正好不合适。好，这边陆逊被砍死了。手机，杀。前线旗开得胜，对啊，他这里可以，你看这个蔡京是不是？首先啊，这个人他不刮贾诩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刮贾诩。其次，他为什么要把他杀了呢？你想啊，他杀魏国，他不是魏，他独条只能是魏。魏无群，四血周泰，四血孙坚的可能本来就低，你不是乱来吗？而且蜀国还不收人头，你咋不上天？你说说你们这些人，咱们夏家可能是魏，咱们夏家刚才也有独条，但是刚才他出管太快了。大勇若怯，大智如云。但是咱们可以操作、啊、决斗，其实你可以四张牌开 AOE 啊，杀。但是他说我能决斗过你，杀，我比你强，我斗过你，我再说啊，行，那也行。对啊，要不就开乱舞直接死也行。其实他不死，如果贾诩看了也能读出来。但这边马超也不会玩，他不去戳死贾诩收人头啊。亲历魏国都是自己的问题啊，你就不要怪别人了，是不是？我王啊！好变，但是没有回血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如果不是队友还是要输啊。但是他确实是摸牌阶段有技能，因为这个人是双雄摸牌阶段有技能，这个人摸牌阶段有技能就只能是魏国或者吴国了，对吧？吴国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杀了陆逊，所以他只能是魏国啊。吃我一击，那就没关系了啊，就一点不慌了，是不是？天命难违，一系列推倒啊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愚者计出，智者何存？这局主视角的录像就叫做教他们看读条。咱们看第五局啊，主视角完立到凯吴啊，好，这边只能选这个贾诩董卓了。
刚才与双雄是不能自杀，自杀田丰就崩死了。他就反正有读条，他们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能看出来，他们不认真看那你谁也救不了你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次决定吃掉贾诩啊，这洗手的手牌其实还可以啊，两杀一桃一加一，但他还是不满意，不满意你没杀你就开帷幕呗。你没杀你只能开帷幕了，一个八号位，片甲不留。顺手牵羊，这边一个拿铁的小哥特别暴躁，好，这不能掉血啊，出来，给我翻过来，直接出来翻掉，还是比身。好，但是他把桃子扔了，有可能是张角，你们防着点吧。我跟你说，这种扔桃子的人就很可能是张角。不善于咱们对吧？已经见识过多少次了？好，这个金鸡也是憋屈，这没办法，他真的是憋屈，他不出来。这被人家这庞德见出了，过河拆桥，这不行了。好，开始往那边拆，就也是魏啊。好，魏国杀掉五号，过河拆桥，刚才做统一个草逼，再把那个谁翻了，七号翻了，再继续动一轮，我觉得很有希望，是不是？仿佛你看杀掉五号，草逼再翻一个，大勇若谢，哎呦，你说说你们这些魏国，你说你们这些魏国啊，怂啊，怂死了。好，愚者既出。智者何存？抢救一波波啊！必须得让他动，那他不动就很危险。拼将性命也要保将军周全。给他服役还不如给他连弩呢，真的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投一下，这边曹洪和那边排排坐了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们有的时候你们看视频老在那瞎喷，你知道吗？喷谁谁谁不打谁谁谁，好几次了我都见过。就人家明明有曹洪飞影，根本打不到，你老让人家在那打，你自己没看到飞影，你老说人家打到打不到的。管杀还管来，见好几次了，真的。你们不信就看前几天录像。雷杀，好，这个就不说别的了。这边他把魏国真姬杀了，逃避报仇，丞相反杀，没问题。问题算是你们主动，你可以造反了。闪，决斗，谁能挡我？谁能挡我？你没杀，你挡什么？他说你们得救我，他们是会救你的呀。他们有桃，他肯定救你，他怎么可能不救你呢？是不是？你就算不是群，他们有桃也得救你，是不是？他说我这个桃子还值得，是值得，值得。好，这拿拿满，借刀杀人。接下来的局面比较扑朔迷离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个魏国还是先打吕布啊，不要乱搞，万一搞出张角啥的，是不是？为啥不杀我？因为这不是我的录像。谁来与我大战三百回合？有没有闪？竟然没有闪，太惨了。庞德什么牌呀？庞德。斩呗，张角呗，扔桃子，你看这会儿是不是张角？我就觉得就是张角。好，他应该是闪桃，还有什么东西来着？杀闪桃，黑桃，黑桃杀加闪加桃是吗？九杀吕布起飞，没有，就这吓唬别人。好，接下来怎么办？这董卓还不能亮，亮就吃了，暂时还不能吃，还没到吃的时候是吧？但这个人卡位置了，那只能乱舞了。能乱舞可以，乱舞没毛病。他啥也没有，他就是一个演员。乱舞他没杀嘛，他报名了没杀，然后他死了别挡道，挺好。但他直接弃牌过了，弃牌过也行吧，因为别让那个谁翻了他。你看，这人还挂个闪电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他是不是张角也得挂闪电了。南蛮还没法放，你知道吧？南蛮是真没法放。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张角，就这些人都没有任何的意识啊，就还在那乱砍张角，这得亏他没有。你乱砍啥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觉得主事长，你这个南蛮也别扔啊，你留一下，留冰凉干啥？冰凉是一张最没有用的牌，你这准备冰谁呢？火攻，冰凉这张牌最没有用啊！我刚说没有用就火攻出去了，但是你这个八卦阵不也火攻出去吗？好，这看看闪电能不能建功，这他已经无所谓了，他放就放吧。已经无懈可击，好，他还是给曹丕打了无懈，无懈可击。他不说我无懈多，谁都给打。好，他这能卡闪电倒无所谓，不善于千里袭人，能救助我。声音不够响亮，虚如受极，犹如探。接下来又成了一打三了，一打三的话还是要一点运气，加上对面会不会演啊？对面开了一个代劳，表示根本就不演。不过主视角这个体位啊，他们一般是想不到是董卓的，因为董卓一般不太会吃贾诩，但是呢。你该防还是要防的，我跟你说。你说你们魏国已经连开两个代劳了，你们都赢不了，那就真的是对吧？好，这边张角死了就随便杀了。杀！刚才真的张角要是排好，怎么给你两道雷给你们吃傻了？我跟你说。决斗！八卦阵还，你
你看，你咋不上天呢？请收下我的膝盖。他是一个会玩的人，他倒是有意识，他的意识就是你扎我，我把他翻了，他万一是董卓呢？但是你何必呢？你讲道理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既然能想到，你就别杀他，你他有一张牌的时候，你下一轮再杀不行吗？你非要不杀，非要那什么？再不跳，后面还怎么玩？是不是？但主视角也不出来，主视角自信神抽，杀。不过他出来撸的话，确实也撸不到那个什么，撸不到，就是撸不到那个什么，撸不到杀，他们应该是都没杀的。但是你出来以后有一手英姿啊，但他就是不想吃，说白了，我就这么说吧，说白了就是不想吃啊。行吧，强顶着硬上啊，就意思是我打你就打死了，一会儿打到一血打不死，人家就真出来了，就跟你们硬刚。你桃吃了，对啊，你他那个桃是后来开代劳出的，肯定不是一开始就吃了，他没必要留。但是玩杀，一刀，出不出来？好，谁的？终于出来了，不是我的。撸到一发丈八蛇矛，还有一个南蛮入侵，还有一个决斗，不是这个牌简直是上天赐予的，是吗？啊，这也随便掉血，一会儿就对吧，回血了。这个牌简直是上天赐予的，你们都挖完了。对吧？是不是要你三金子，才能有你到五金？这里打错了吧？这里先丈八砍一刀他比较好吧？大丈夫错了，岂能负人？他不一定是砍他裸摸的牌，你先丈八砍一刀他，然后再砍他。顺手牵羊，反正你也不需要桃，你桃直接打出拍丈八拍出去都可以，因为你反正这样了嘛，对吧？你不需要桃，你桃什么？他刚才真的不一定有闪，我觉得他可能没闪。借刀杀人，好，九杀，防一手九是吧？闪，这个闪是不是后摸的？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呢，魏国借宝鏖战就是个弟弟啊，就一血，咱们能坚持好久呢，有很多神抽的机会，是不是？杀，看什么时候能神抽成功，别一不小心崩了上线就行。杀，两个人对砍，神抽的机会已经不多了，但是这看见这个牌我就心里很难过，是不是？金刚小剑对吧，反手一刀啊，不死都冰住，下回合再一刀你就死了。血多就是好，血多他就终归会有对吧神抽的机会啊。应该是今天的录像都看完了，这个感谢大家收看啊，大家可以这个评论一下啊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